总指挥长同志，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，准备完毕，请您指示。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陈东，航天员刘洋，航天员蔡旭哲，出发。是，敬礼。北京见。逃逸塔分离，逃逸塔分离，酒泉助推器分离，助推器分离，酒泉一二级分离，一二级分离，双层抛锁仪罩，酒泉二级主机关机，二级主机关机，船舰分离，船舰分离。宣布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